嗨，大家好，这里是 Pinabo 宅电玩。在这里我想非常快速的向各位介绍一个我今天才发现的 mod， 叫做 Extra Animations。 基本上算是我对上一集 mod 介绍 Eating and Drinking Animation 的补充，因为在我介绍完之后，那个 mod 一直迟迟的不肯更新，所以也没有人能够使用。总而言之，这个 Extra Animation 基本上和我上一次介绍的那个 mod 的功能基本上都差不多。它同样有喝魔药、吃食物跟涂剑油的这些动作。它甚至还有新增一些我当初完全没有想到过的，譬如在采集药草的时候，杰沃特现在会弯腰下来，然后还有杰沃特在工作台强化护甲也会有新的对应动作。那安装方法非常简单，一样是利用这个 mod manager 直接点选启动，然后再来开启你的这个 screen merger， 那侦测有没有脚本冲突。那和上一次一样，它同样是会跟那个 immersive cam 产生不相容。不过幸运的是，解决办法也一模一样，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了。不过如果你和我一样觉得这个采集药草的动作非常非常多余很麻烦的话，其实你也可以不要。对，那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来到你的游戏资料夹，找到 The Witcher 3 Mods， 然后在 Mod Animations 里面 Content Scripts Game， 最后在这个 GUI 资料夹里面你会看到这个 Loot Pop Up， 然后把它删掉，那就 OK 了。